野猪。不了不了。到了，你看好了。让李姐先去吃饭。那附近不有。让他先去吃。我有那个拿铁，你要打吗？要。你稍息一下。不亮。不亮。不是装亮，是你的人生在闪闪发光。有点像猪刚烈。猪刚烈怎么了？猪刚烈怎么了？猪刚烈。猪刚烈不怎么，就是有点怎么了？就是有点油了。猪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他洗的挺好，猪在洗油呢，是吧？是是是，清爽多了，清爽多了，好看。是吧？对，还是给我散粉，没有散粉。招生给大家带了三两早饭。嗯，妈妈味的苞米，那个玉米。你长痘啊，那些啊？你长了个痘。对啊，我一想到今天要跟你们出来玩，我就压力很大。我不要每期 vlog 都录同样的素材，好不好？他再近一点，啪啪扇我脸。我不说他可以吧？哇，好厉害！怎么回事？我们先把这一关过了。哦！你还有吗？一个没中，这还有一个，你拿这个去。你再使点劲，给我撇到那上面去算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。这个笔晕开了，但是就是这个意思。野猪一家，百事如意。是吧？这个什么？好像是金龟子，它飞了。不是金龟子。案情转移。你穿白色显的，哎。但是你现在太凶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啊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！不经意的看我，不要这样，不经意的看我。不经意。你可以稍微往前站一个人吗？
唱一首情歌，轻轻的轻轻唱着，哭着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